你为什么要从政呢？你其实在剑桥学数学。我本来是在剑桥学数学，我在学数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应该继续学下去，因为你成绩不错，有潜能。我回信给他说不能够这样做，因为如果学数学那必须出国深造，其实是回来的机会比较少，并且范围是很狭窄的，新加坡需要人才，我有一个责任，你不能够说不管他。可能是年轻的关系，所以你觉得有点义务理想，但是我觉得是真的，因为是那个时期是转变的时期，所以大家都有这样的为国效劳的一个理想。